港呢，有船长跟渔民不满政府的态度软趴趴，决定自己的渔场自己护，预计要发动串联30艘渔船到太平岛，还要登岛取淡水回台湾，要用行动向国际证明太平岛是岛不是礁。手拿三炷香跟神明诉苦，表情沉重。他是东港渔船船东郑春忠。台湾遭国际打压，太平岛贬为礁，上亿元渔业产值可能被迫拱手让人，这口气怎么吞得下？哎，够无理啊！你敢听？哦，真正欺负太欺负人太深，要来灌水回来，给恁大家，给大家饮。太平岛有淡水井，却被说是礁，经济海域缩减，伤害台湾渔权，就怕菲律宾出动军舰霸占渔场。东港渔民气不过，预计号召10到30艘渔船，两三天内自行前往太平岛登岛宣示主权。就是看安的政府哦，对这渔民哦，啊无要鱼无啥话，啊我唔搭讲哦，带动大家过来，是借哦政府看卖，包括政府大家较硬，迄地来争取就是。一块岛，不是一块礁。渔民船东不满政府太平岛护渔软趴趴，号召渔民开船前往太平岛附近短暂补钓作业，登岛护渔，也携带泡面、饼干、生活用品，为了驻岛官兵装太平水回台湾，用行动向国际证明太平岛能住人是岛不是礁。记者纪博士评。